看一下哈，这个黄子佼他不是最近因为这个性骚事件嘛，他整个大暴走，把这个很多人拖下水。结果呢，大小 S 也被拖下水之后，现在大小 S 要提告了哈。可是张兰就在那天又活过来了。哎，张兰这个人很奇怪哦，因为他平常卖东西要有流量，他平常流量很少上前四十名，但是只要沾上了大小 S， 哎，他们一家人真的很奇怪，要沾上大小 S 才会有流量，东西才会卖得比较多。张兰真的是黄子佼的事件真的是捡到枪哦，因为最近韩媒在报道说大 S 怀孕，那当然也有人说是不是要转风向、啊？对，哎，可是这个张兰哦，哎。真的很聪明哎、欸，这个我不得不佩服他，他的商业头脑，靠自己卖货不行吗？一定要趁钱。这年代谁在靠自己卖货？一定要找别人来蹭流量啊，看怎么蹭而已，对不对？你看哦，哎，张兰怀孕了，不得了啊！张兰怀孕，哎呦，哎，太夸张了啦！所以呢，她一怀孕，大家是马上流量就上来。啊，哎，奇怪，怎么是张兰？其实她在嘲讽嘛，她怀孕走路啊，然后她挺个肚子，然后突然之间，哎，这个东西掉下来啊，不得了，这个很可怕，赶快叫救护车。她就完全在嘲讽，她完全在嘲讽这个大 S。当然，网友这个弹幕的留言，我们只是转分享啊，就网友就说，哎，她应该真的知道实情，因为毕竟她曾经嘛。当过她的婆婆，大 S 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不会生的不会生的。然后就说，哎、欸，所以她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这一类的哈？当然，我觉得这段时期，因为你看，黄子佼的这个爆料是618嘛，那隔天张兰的直播才突然爆量，因为其实这一次张兰的直播没有什么声量。就是618集、坦白讲是没有什么声量、因为之前你刚才讲蹭大小 S 就是那个具俊彦对不对、我应该没念错的那个事件其实大家已经有一点腻了好、结果619他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表情突然之间涌粉丝涌进来他也吓一跳哎呦涨粉了、怎么会这样他自己也吓一跳但是我觉得他是有准备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直播过程当中，他卖什么东西？哈密瓜，为什么？吃瓜？哎呀，要来吃瓜吗？要不要吃瓜喽？哦，哈密瓜哦，大家来吃瓜。我觉得他一定有想到，他没有刻意用这个事情去带，但是已经做好准备，因为他就说，哎，来吃瓜哦，他一定想到嘛，黄子佼嘛，大 S 嘛。那这样子一转，流量一定会跑到我们这边来，甚至他这个上架这个杨桃汁，扬眉吐气嘛，对，卤蛋嘛，哦，甚至怎么样放歌啊？哦，放蛋是为什么？卤蛋是为什么？哎，是捞能啊，有口难言还是怎么样？对不对？解救一下。卤蛋我不知道卤蛋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后面放了两首歌啊，一个是什么？就是贝尔爽，这个可以理解吗？哇，你看。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很舒服哦，它里面有吃一个东西，我可以理解，那个葡萄干，就是那个萝卜干啊，不是葡萄干，萝卜干比泡菜还好吃哦，就暗示你说，哎，比泡菜还好吃，好，然后包含它这个什么好日子啦、这些歌曲啊，其实这个讽刺的非常非常明显哦，那你刚才讲到流量这件事情，确实哈、哦。在没有大小 S 事件之后，他的流量其实已经排到40名以后。好，这个事件你知道吗？瞬间爆冲哎、我看了一下那个数字，我就有吓一跳，因为我平常偶尔也有做直播，你知道他峰值最高的时候是220,000，我是220,000，不，22,000，他是220,000，多一个万哦、而且累积观看是3300万哎、很吓人哎、这个真的是很吓人，平均峰值大概在7万多。平均峰值我看7万多，好，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活？就是彼此之间活互动就是弹幕，29万条，这个是很吓人的。同时观看是1分51秒，是超过70%，所以他这个时候要直播带货的流量啊，各方面的效果会非常非常好。不过这中间有出现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cue 一下哈，因为。突然，我们先来看一下，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哦。突然之间，他破口大骂，问我是不是破产了？俺不产的有什么重要啊？人不破，好吗？你带了什么走？你能把你妈带走，还是把你儿子带走？啊，就你这缺德劲儿，我看全家都得跟你走。大正月的找骂，你活该，你自找，吃饱撑的你。
这种人真的要请出人间，就是大正月的蓝姐嘴开光了，你是你不破产，但是你把你会你破了，你会把你全家都带走的。好嘞，那当然你会看到他那个反应，你也坦白讲那个反应的流量瞬间也是飙高的哦，也是飙高的，因为他觉得这真实反应太好看了，还真的边吃边看边吃刚订的哈密瓜，太精彩了，对不对？好，那实际上啊，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些直播彼此的那种蹭流量的文化，我自己个人也不予置评啊，因为不止他自己蹭大 S 的流量，然后甚你看之前我们讲过的他的这个员工叫孟鹤，对不对？好，也蹭，坦白讲也蹭张兰流量啊。为什么？他说啊，我整批带离职，因为他欠我们薪水啊，如何如何。好，那如果欠薪，网友就说，其实到后来这个蹭流量的过程，连网友看不下去。为什么？他其实就学张兰嘛，就说哎、欸，我现在整批把员工带走，我就蹭张兰的流量嘛。好，那你有欠薪，你就诉讼嘛，走法院嘛，不是公布什么这个微信的那个对话，公布两个母女。他跟母子啦，他跟汪小菲对谈的录音带，这个好像也不太道德，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样学样，但是事后也证明孟鹤基本上不是他的员工，他们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也没有欠薪的，所以你就发现这种蹭流量这种乱成一通，我觉得乱成一通啊，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努力。